刚换的水淡呢，刚才喝了一杯呢。你是嫂子，我尽力而为啊。如果要实在不行的话，还得让水蘸点过来修啊。行，你先看看啊。看看。说不出水就不出水了，真是。好了，宝宝，这可能就是水口堵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坐坐坐。是是是，你好好，我给你接杯水，正好。哎呀，不客气，嫂子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坐。哎，谢谢嫂子。哎，哎呀，王子哈。 哎，你多高啊？1米86。不止吧，嫂子看怎么像1米85、86的样。<笑>真是吧，还谦虚呢。哎呀，我家蛋蛋要长你这么高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<笑>哎，不用了。哎，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不可能吧？你蒙嫂子呢吧？条件那么好，没女朋友。哎，真的没有。<笑>你真没有？<笑>不会是？ 有什么障碍吧？不是，嫂子，那个，平时为人比较低调，比较内向，所以很多女孩不敢靠近。哦，是这样，没事儿，嫂子给你介绍一个，我跟你说，王子一定得太公主，你看你形象这么好，是不是？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觉得女孩吧，一定得漂亮，是吧？身高吧，1米69，现在是得瘦，苗条，小腰得细，而且女孩一定得白白才可爱，是吧？那个你的心意我领了啊，然后但是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，有几个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先撤了，好不好？你还不好意思，小王，你这嫂子，谢谢谢谢，我这已经走了，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，谢谢。行吧，谢谢你帮我学习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嫂子，走了。那姐，我走了啊，哎。
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感情骗子。那王子啊。叫什么？叫他。一张白纸，我跟你说，姐现在还在为曾经怀疑过人家而感到内疚呢。隐藏了什么？什么都不懂，就一小孩儿。我说姐，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啊，那小脸红的呀，吓得赶紧就跑呀，可娇羞了。姐，你是说那王子吗？啊，哎，那你说你要长成王子那样，你得是啥样啊？呀，青春年少，就依这相貌。那肯定是叱咤风云。跟我玩这手，你捣鼓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不，哎，胡乐，哎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这萍萍好歹是你妹妹吧？啊，这万一让那个王子骗财骗色怎么办？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你就那么相信那个王子？不是，关键是吧，我特别相信萍萍。他有那定力，我就不信了。不是，刚才你说那两点，彩色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不是，你要这么说，你咱换个角度说，这个结婚不比谈恋爱，那咱得慎重啊。他万一是个骗子，是不是？咱得好好考察考察这小子。对，也是哈、啊，是不是？那还真得好好打量打量这小子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一定得慎重这事儿啊。
天上请美女点点。呀，王子，怎么，你在这吃饭呢？哎，没有，喝杯咖啡。别呀，好歹也来个冰淇淋呢。我请客。哎，你这么晚怎么不回家吃饭呢？哦，我家那边没吃的。吃的都没有了？不是，最近啊，家里边没交燃气费，就没买吃。呀，这不揭不开锅了吗？就东拼西凑的，饿不着我。也是啊，依你这张脸，你是饿不着。哎，你家住哪儿啊？哎，那可不一定，这朋友家挨家串的。这跟乞丐也没什么区别呀。关键是我刚回国，这现在属于过渡期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哎，你留过学？不是，父母工作的问题。啊，我家常年居住在国外，所以现在呢，看这个国内的前景一片大好，想回来看看发展。哦，那个，其实我有几个朋友吧，也在国外，就他们一回来吧，我就得骑着我那摩托车去机场接他们。你说我来吧，我还得安排他住我们家，住我们家那单元房。哎，你有摩托车和单元房吗？嗯，没有，但是我家准备举家搬回来了。我懂，国外吧不好混，那你这回来是得用车用房，得找亲戚吧？没事，有这些需求你就尽管找我，我会尽量帮你，毕竟都是一奶同胞嘛。不用哥们儿，都置备好了，只不过没有时间过去拿。摩托单元房，车钥匙和门钥匙，宝马别墅啊。谁是你兄弟啊？你这让王子听了误会怎么办呢？呀，你跟他聊了？是啊，聊一晚上呢，都弄清楚了。哎呀，特别清楚。哎呀，兄弟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是，我跟你说，婚姻这种东西一定要门当户对。哎，那是，但是呢，有一方稍微好一点吧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那哪行啊？您想，你们老边家那是中医世家，对不对？这家伙，你这小舅子都是开咖啡厅的这个掌门人，是不是？未来饮食界的巨子，那平平对象怎么不得是个富二代？行啊，消息挺灵通啊，你怎么知道是富二代啊？我就是富二代。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人家比啊，你那就叫纨绔子弟。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就纨绔子弟了？我有个有钱的爹啊，我天天开宝马，我差啥？我跟你说，你那叫吧，家里有点钱，跟人家没法比。人家移民国外，产业商议，就连那个什么宝马公司啊，好多他家开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家开了？这不是开的啥，就好像是有点什么关系，股东。嗯，对哈，好像是股东。哎妈呀！啊，怎么了？这闷闷不乐的啊？哎呀，这平平啊，这马上就要落入魔爪了。嗯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有人欺负我妹妹，我弄死他。你说这个王子他隐藏的也太深了，我是没说。哦，小王子的问题啊，他怎么意思呢？你说这个王子富的流油，帅的冒泡，他怎么就看上平平了呢？说什么呢你？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吧，你说啊，这王子，你说啊，这么好条件。你说他看上平平，这八成他是个骗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没准还有暴力倾向。哎呀，我要真有两下子，我都恨不得我试试他。哎呀，二代啊，这习武之人呐，是不是？切忌好勇斗狠，对吧？你说咱那是为了强身健体的啊，你就别老想打仗什么的这事儿你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。
您不就是武术高手吗？那边家推手。哎呀，边家推手，你这不是说非得要显摆的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啊，行。不是啊，您得出手啊。干嘛呀？不是，你试探试探这小子。嗯。嗨。这事儿啊也不是不可能。这是吧？哎呀，这是衣服。哎，我上次看你穿那件阿尼玛的衬衫不错，我看那个质地哈。啊，哎呦，明白、啊、这一套给您吃顿齐。好说、啊、不是那个包好像也是那个。这好说不用什么都行。行，你看你看我见外呢，没有这事儿我也得给你买。哎呀，我就哎，我怎么就这么乐意听你说话？你说这事儿，你告诉你这，你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哎呀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跆拳道，我经常去跆拳道馆啊，还有俱乐部，在那里边我还交到了不少的朋友，你就像海豹突击队的队员呀、啊，还有中央警卫团的队员，那么厉害啊，太有气质。啊，别碰我，别碰！兄弟，下手太狠点了。对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练过跆拳道。什么玩意儿？富二代哈斯。什么？富二代？那婷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谢谢你啊。哎，这个我也就是帮你个忙啊，你别客气。我还得谢我二哥卖力演出。哎呀，我就说逗，我让他下手轻点，别那么狠。那小子没事吧？他躺着呢。这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来我还下了一个主意，我现在决定了。平平，你终于明白我的心了。决定跟王子在一起。什么玩意儿？富二代，我告诉你，咱俩这辈子也不可能在一起。下辈子你要变老鼠，我就变成猫，你明不明白？再见，再也别见。老鼠，猫，不是我要评论你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找房梁。找房梁干嘛呀？我找个能挂三尺白绫的地方。瞧你这点出息吧，平平姐现在都烦死你了。说什么？他烦我？啊。烦我，他不是恨我，他是烦我，他不恨我。路易斯，谢谢你安慰我。我安慰你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心情好多了。他原来不是恨我，他是烦我。你干嘛呢、啊、你？我看书呢。你别看了，来，你坐这儿，咱俩聊会儿。哎呀，你再安慰安慰我吧。你给我看好病。病得不轻啊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你看得懂吗？你这
看，怎么看不懂呢？我正好看到罗密欧为爱决斗那块呢，相当浪漫感人了。为爱决斗，至于？看你这人，真没信念。如果是我，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也愿意去为爱决斗。苟延残喘还算什么男子汉？苟延残喘？嗯，我只是觉得，一个真正的王子，应该有勇气去为爱争取。真正的王子？对呀，就像萍萍姐那个王子那样的。王子？你别往心里去啊！我不是说你呢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嘲笑吧，嘲笑吧！我会把这种嘲笑转化为力量的。你也笑啊？我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豆儿啊，我现在只能指望你了。哟，我？对，你告诉我，最近的五金店在哪儿？五金店？不行，我得专业。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兵器？兵器？兵器就是罗密欧决斗的时候用的那种兵器，要效仿罗密欧为爱决斗。哟，你还看过莎士比亚呢？对，就是莎士比亚里罗密欧决斗用的那种击剑，剑，对，剑。哦，知道，哪有？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每天早上起来公园大爷大妈练剑的时候就是那种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公园找大爷大妈拜师去。二蛋，你不行，我领你上趟医院吧。胆！啊！是该上趟医院了。什么呀？你让我明天下午五点关门？哎呀，哥哥，你喊什么喊啊？人家又不是要你的命了啦！你要我的钱，还不如要我的命呢。人家又没有问你要钱，这不一样吗？你让我明天提早关门，影响我正常营业，那我的工资自然就少了，这不从我兜里拿钱一个道理吗？那你这一晚上也没有什么生意，也就十几块了。谁说的？现在已经翻一番了。我说三十。五十。什么价？不对，五十五。为啥呀？他是一瓶水钱的。成交。不是平平，你明天你用这干嘛呀？人家想找王子谈一谈啊。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要说早说王子来，我停业一天都成啊！真的，真的！哎呀，哥哥，你太好了啊！这要是王子成为我妹夫，我还能在这儿工作？什么玩意儿？啊！要！嫂子啊，干嘛去呀？萍萍，去跟路易斯逛街去。不逛街啊？那个，我昨天吧买了身衣服，去配一个包包。哦，你前天不是刚买了一个包吗？哎呀，人家前天买的是鞋子。哦，好吧。拜拜，开心一点哈。哎呀，来吧。萍萍的状态不错呀。女大不中留，别太伤心了啊。这样挺好啊，只要不影响工作。是。萍萍最近外边有兼职啊？没有啊。那怎么天天买东西啊？哎呀，恋爱中的女人都这样，甭操心了，你就啊。大手大脚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哎呀，爸，你想太多了。萍萍好不容易谈个恋爱，那得是积攒了多长时间的能量啊。萍萍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嗯。哎，今天咖啡厅怎么没什么人儿？嗯，是妥乐哥哥特意安排的。哦，
这些都是妥乐布置的。王子啊，咱们俩也认识挺长时间了吧？可不是，你说我这回来都多半个月了。那我们俩是不是彼此也挺了解的了？当然。嗯，我们可不可以，成为好朋友，在一起玩耍呀？当然可以，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更好的玩耍嘛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平平，回想起上回的事儿，都怪我不好。啊，没关系啦，咱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你说，我们认识也这么长时间了，嗯，心里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你讲了，对吧？可以。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能用三个字讲，就不用三行字讲嘛。你说嘛？你看你紧张的，你看你头上的汗。哎呀，你赶紧讲啊！干嘛呢？大晚上不回家，在这干嘛呀？甭管我，我勤练武功呢。你就说耍剑呗。已经登峰造极了还练？不是，我说你不去咖啡厅，你在这瞎溜达什么？这会生意最好的时候啊！哎呀，那点钱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妥了的春天可马上就要来了。现在就那王子啊，跟平平正在咖啡店烛光晚餐呢。我估计啊，在我精心设计的浪漫氛围之下，他俩应该能弹出我预期的效果吧？差不多。什么？王子，我跟他拼了！我，我靠！你让我把路易斯介绍给你认识啊？对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从医馆出来，看到你跟路易斯一起逛街，当时我就觉得他才是我要找的人。但是我又苦于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表白，正好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你，所以我就把你的地址跟电话让他给了我。这样呢，我们先作为朋友，然后再让你帮我好好介绍介绍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那你想的是？对。王子，我是绝对不会把平平让给你的。出来跟我决斗吧，来呀！嗯，快走，要不然我可不等你啊。嘈杂的房间，有他。